是说也奇怪，从那天开始，雅慧就好像被扫把星附身，吃东西差点被骨头噎死，喝咖啡的时候也烫到嘴，就连搭电梯时都会碰上停电，让雅慧叫破了喉咙才得救。倒霉的事还不仅如此，就连在采访工作上，雅慧也遭遇一堆的怪事。袂好讲嘛！你先来叫我安怎冷静啦？哈！伊出去走一天的新闻啊，结果连写一篇报道都无啦。黄雅慧，你是从旁边喊我用头壳插球去哦？主任，你误会我啦！我今仔日爱去采访三个人，啊，一个去被车撞着，啊，一个食物件又搁中毒，啊，最后一个搁甲我讲伊要生囡仔，我哪有法度要做些报道？免找遐侪借口啦！咱做记者的吼。为着要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。黄雅慧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要再安尼混下去吼，唔免等月底，我就叫你 get out。但是不知道你在这边待着是什么。接二连三的不顺遂，让雅慧的心情简直是跌落到谷底。虽然志刚和同事都不断地对她打气，但雅慧的心里却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你做啥？你赶紧来啊！志刚，这一切拢是命中注定，咱后世人才阁做伙。方伟，奇怪。创啥啦？这么大声，是要甲惊死哦？你应该啦！我叫你三点以前将这礼拜的专题报告写给我，结果嘞，你从当遮困去啦！啊，你今仔日是无想要下班了是无？主任，你误会啊啦！啊，我就是写报告吼，写到收认真，唔才会困去。你明早提报告吼，我已经写好啊。嗯，安尼咪较差不多。黄雅慧。我警告你哦，以后上班的时候，你若搁要摸鱼，我来和你喝过，知无？阿辉，搁你无闲哦？王警官，你要整哪会哦？哎，阿辉，动作唔着较紧嘞，莫让王警官等伤久啊！王警官，安尼我就无要交叉你约会啊。我先来走啊！阿卓，是不是拄只主任甲你骂，你心情不好啊？志刚，我又搁做伊个梦啊呢。是啊，你搁做伊个梦啊？听到雅慧又再度做同样的噩梦。让志刚心中有股不安的感觉。他和雅慧已经交往了三年，两人的感情十分稳定。只是雅慧最近时常梦到自己跳楼，这使得原本就很敏感的雅慧经常眉头深锁，让志刚看的是难过不已。阿慧啊，你唔通想清楚啦。人讲吼，迄梦到物件甲现实都是颠倒病的啊。我伫考过两工，叫着乐透啊！你莫讲这话来安慰我啦。自细汉到今，所有好看的代志拢无我。哦，
听你的意思，我好参照，嘛是帮捡村的哦。要若无，咱两个哪会做伙啊？啊，你莫有白讲啦！在我的心目中，你永远拢是上好。哼，安尼就对我啦。你吼、哦、是记者、哦、做辛苦啦，我家己哦母安尼紧张着，我着帮我轻松的。要若无，咱找一个机会来去国外行行的嘛。我们去日本，还是去东南亚？啊，泰国也袂歹哦。哎呦，阿辉，你搁安怎啦？是啦啦，我即马无迄个心情出口去说，只讲我伫台湾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是讲，我今仔出什么意外，我伫答应我，好好我落去，安那不？我不准让你讲啦，阿辉。你捌答应过我的呢，你以后要嫁给我，替我生两个后生，然后还要跟我升股长、处长，等我退休了后，还阁要找个所在饲鸡、种菜，所以我会答应，你不准离开我，知影无？是的啦，我以后就讲这款话呀。那就对我啦。在志刚的安慰下，雅慧终于打起精神，不再让那个扰人的噩梦主宰她的情绪。但是说也奇怪，从那天开始，雅慧就好像被扫把星附身，吃东西差点被骨头噎死，喝咖啡的时候也烫到嘴，就连搭电梯时都会碰上停电，让雅慧叫破了喉咙才得救。倒霉的事还不仅如此，就连在采访工作上，雅慧也遭遇一堆的怪事。你你是从旁边喊我用头去插进去哦！处理，你误会我啦！我今仔日爱去采访西啦，阿姐向我叫车弄着，阿姐来吃物件又搁中毒，阿姐要吃，搁搞不明白生囡仔，我哪有法度要做些报道？免找遐侪借口啦！咱做记者的吼，为着要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。黄雅慧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若要搁安尼混下去吼，免等月底，我就叫你 get out！阿伟啊，我管你这几天是干什么，家里在休息。接二连三的不顺遂，让雅慧的心情简直是跌落到谷底。虽然志刚和同事都不断地对她打气，但雅慧的心里却始终有种不祥的预感。我目睭哪会一直在跳咯？佮有甚物代志要发生啊？天空要保庇啊！雨水已经足多啊！我拜托你，莫佮我创治啊！吼，一定要予我平平安安哦，完成这摆的采访。拜托，拜托，拜托！三单，253。这边，253号，就是这。拜托的吼，也莫去跟着彭丽芳，唔通佮出甚物意外啦。啊，有人跳楼啊！
精神啊！阿辉，阿辉，阿辉，你精神啊？你看到无？志刚，阿辉，你精神啊？我是阮什么代志？我哪在遮？你拢袂记啊？拄则有人跳楼，差点嘛咧跌着啊！然后你都睏过去啊！我接到同事的电话，赶紧去甲你带转来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主任叫我去遐做采访，然后我就看到一个人，从顶悬跳落来。对啦，啊，遐人即摆安怎？还着讲，从遐尼悬的所在跳落来，当然嘛活袂成啊！安尼讲嘛对吼，啊，不过我刚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呢。无毋对，而且是一个真少年的查某囡仔。少年的查某囡仔，志刚，你敢知影迄个查某囡仔叫啥名？志刚，你咧叫我？你是安怎啦？哪会讲是无信？我是来问你，迄个查某囡仔叫啥物名啊？伊哦，伊叫冯丽芳啊。冯丽芳。可能是拄啊好尔啦，小三桥，你莫想伤济啦，人平安就好啊。人讲哦，迄拍稳也无去，好稳就袂来啊。我看你拍稳已经已结束啊，你直接休困一下。啊，那呢，我来煮一碗面给你吃吼。嗯，来，先倒去。志刚谈到冯丽芳的时候，似乎有一种很不自在的神情。莫非志刚和跳楼的冯丽芳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纠葛吗？一整天志刚的神情都怪怪的，雅慧以为志刚是因为工作疲劳的关系，所以没有特别留意。第二天他照常去杂志社上班。黄雅慧，你真正是带晒第一天的啊，昨天只叫你去采访一下，竟然那个人会在你面头前跳楼自杀。我这个资料你好好看一下，明仔载安尼详详细细的时阵写一份报告给我，知无？我知影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梦中出现迄个查某囡仔啊！原来你做过来了哦。雅慧看着冯丽芳的相片，心中是百感交集。她感慨丽芳的英华早逝，也对丽芳的过去产生了极度好奇。根据资料显示，冯丽芳是个靠美色诈骗男人钱财的超级业务员，之后东窗事发，那些被冯丽芳欺骗金钱和感情的受害男子联合起来向法院提出告诉，整件事情才爆发出来。丽芳因为无法承受压力，所以才选择了自杀这条路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为什么志刚受到丽芳时会有那样诡异的神情？难道丽芳的死和志刚有关？